新闻首先，咱先来东石乡来关心灾情的消息。继蔡英文总统二度到淹水严重的嘉义县抗灾，行政院长赖清德27号暗时也再度到嘉义县抗灾，听到居民抱怨淹水五天啊，有厝无通转去，只有两台抽水机伫咧抽布地顶柜下里的积水。赖清德指示淹水上深的东石乡将潭川也需要伫3天内抽完积水，和平将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行政院长赖清德再度前往嘉义县抗灾，抗灾专程穿着青蛙装，步行伫水深到腰的江潭村。暗时落起大雨，赖院长无拿雨伞，颠倒是安安牵起灾民的手，亲自安搭气氛的民众，敬醒路民众会赶紧把水抽干。第二道视察嘉义，前往东寨区江潭村积水未退，水深到腰，民众看到院长献身，不满的情绪全部倾向。你爱树立。再来，这我这引道拢爱做。那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老人留在这边的地方，那可能子女知道都在外地工作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我们这次退水之后的灾后重建，我们麻烦政府帮我们去协助。咱江潭村的水啊，好像我抽离啊，会当顺利。那以后哦，这个雨水供电的进行啊，麦当缓缓成功，那让咱江潭村未来好会当避免。啊，即款的应急情况，啊，我嘛甲咱文大兄吼，啊，甲咱船长，咱江南村咱各位士大，吼，甲大家做一个系列，吼，我代表政府甲大家做系列。我大家饮水，我大家吃好。安大民众倾听因的诉苦，都伫个暗时，家己又搁落起大雨，内场无拿雨伞，头毛拢被雨压打灭，有缘耐心会听到民众的需求。水深到腰，内场有缘聊落去，甲民众徛做伙，要求管府3天内爱排完积水，赖清德亲上火线，要让灾民感受到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。最新新闻，朱乃成、邓竹香采访报道。